bà.恋人的孩子满月时，能有爸爸妈妈接，我只能一个人回家。姐姐，我问他。妈妈，我要去游戏机妈妈。咱出去吃来，然后你拿来不来？宝贝，走吧。你吃哪样的？豆子。你想吃啥来，宝贝？哎，打开吧，乖。吃，给弄啥了，宝贝？来吃。拿左边的。哎呀，这宝贝儿，哎呀，真香啊，宝贝儿，吃吧。啊，宝贝儿。嗯，宝贝儿真好。走一边，你还想吃？看见你都烦。好吃。好吃。宝贝儿。你自己坐着吃吧，咱妈妈去做饭中了喂。好，宝贝真听话呀，来坐着喂。哎，你坐着吃，咱去做饭啊，宝。哎。吃饭了，乖。来，宝贝儿。哎呀，妈妈做的你最喜欢喝的八宝粥。你看妈妈给你留了两个鸡蛋，宝贝儿。哎呀，妈妈你抱抱宝宝。昨天剩的面条自己去端。去别吃，看见你都恨。我要不叫姐姐吃去。他又不是我亲生的，不叫他吃。哎呀，你嘴上的，下来干嘛去？拿纸巾擦嘴，宝贝儿。人家讲
最近手气真差，打牌第一面输了我饿的。爸爸说我饿了。你想吃啥、啊，宝贝儿？赶紧的，你吃这个吧，宝贝儿。馒头，今天不做饭了，自己拿着去吃吧。站住！你天天的就知道吃，把这垃圾给我收拾了再走。妞妞，你吃饭了吗？你咋的在这儿住了？我姐姐也让我没吃饭。走，找他妈走。宝贝儿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跟那个姐姐玩，知道吗？她不是你的亲姐姐，知道不知道？不能跟她亲。你平时都是这样对待妞妞的吗？你为啥不要妞妞吃饭？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有不让妞妞吃饭呀。爸爸妈妈没有不让我吃饭。刚才你说啥我听见了，我不要你这样，你说你给我滚。老公，我错了，你为了爸爸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一定会改。我不需要你这样女人。爸爸妈，你就原谅妈妈一次吧。妞妞，这样的女人不会做妈妈，懂妞妞。妈妈这一次吧，我要让弟弟有个完整的家。我妈妈已经走了，我不要弟弟，我也要没有妈妈。宝贝，不哭，赶紧起来，宝贝。妞妞，妈妈错了，妈妈以后一定会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疼爱。希望你以后好好对待孩子，希望我们以后有个幸福的家庭。